心中没有爱，就会目中无人。日子就像刀子，将生命一点一滴、一刀一痕地削掉。隔一张纸，你就看不见；隔一道墙，你就听不见。人要辨别真理，是那么容易的吗？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住着，每一条街都有人走着。当夜晚来临，人们都点燃了灯。世界本来是美好的，人们却不只是唱着、说着、笑着，竟然吵着、闹着、骂着、哭着。看不起的人越多，生活的情趣越少。活到最后，就只好剩下一个孤独的自我。人真是一个绝字，一边向左，一边向右，一副分道扬镳的样子，偏又相连着，各说各话，各走各路，却又息息相关。人这么一个简单的字，竟包含着如此丰富的语义，把人的荣耀、清明、至善和猜疑狠毒奸诈玄洁的天衣无缝。有了这么一个字，人注定永世轮回，历史重复也就毫不出奇。